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呢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嚟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呢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好，又到了星期六了。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主题呢是潮语，就在内地呢，现在还有一些哪一些潮流的用语？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就有这个带感。带感，那带感是什么意思呢？它意思有就是哇，对某件事情或是对某个人呢很有感觉，很有感觉或是很触动，甚至呢它可以是用来表达你非常非常的激动。那有多激动呢？激动的程度是到你兴奋到甚至是有崩溃的感觉，那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它的意思呢就是跟这个给力啊，给力有点相似的，就是我们在前几期给大家讲过，就是给力啊，它的出现很给力，给力的意思。那这个带感，带感可以怎么用呢？比如说你看到某个人啊，很多男生呢都会用的，就你看到某个辣妹在前面迎面走来啊，你就说哇哦，那个辣妹很带感啊，很带感，就表示呢你对她觉得很有感觉的意思，又很触动哈、啊、就是很带感，就是可以这么用的。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这个字呢也是现在在内地非常的流行，就是吐槽。吐，呕吐的吐，吐槽，吐槽。那吐槽是什么意思呢？吐槽是有发牢骚的意思，就是到处的发牢骚，那是吐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拿别人的遭遇来嘲笑，比如说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啦，那朋友之间呢互相拿来调侃的，拿来开玩笑的，也可以叫吐槽。那比如说啊，他最近呢对上司有很多的不满，就到处吐槽。他工作上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啊，就到处吐槽，就是到处发牢骚。那另外再比如说啊，某某某他呢就在5000人面前跪下来求婚啊，他的这件事情呢就被朋友们拿来吐槽，拿来吐槽就是拿来开玩笑了，那这就是吐槽，可以这么用的，吐槽。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就是轰趴，轰趴，轰轰轰烈烈的轰，趴趴下来的趴。单看字面猜不到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看看这个英文 home party， home party， 你就可以猜到这个轰趴，轰趴其实就是 home party 这样子出来的。那比如说轰趴现在在内地也非常的流行，比如说呢一些年轻人的这些群辈当中，他们现在很流行轰趴，那就是几个好朋友呢现在自己准备了一些食物啊，自己跳了一些音乐，然后呢就聚在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大家举行 party 叫轰趴啊，在家里举行 party 叫轰趴。哎，这个星期天这个某某某的家里有轰趴，咱俩一块去吧，好，这就是轰趴的用法。另外一个字跟轰趴一样的，也是由英文转过来的，叫死状，死状一样的，单看字猜不到是什么，看看这个英文 strong， 原来死状呢是来自这个 strong 的意思。那比如说其实我并不肥，我只是很死壮，很死壮哈，的意思就是这个 strong strong， 能讲快点呢就变成 strong strong strong， 就 strong 的意思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到内地去听到有朋友说哎他很死壮啊，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哎，这个星期谁的家里有轰趴，咱俩一块去吧，你也可以知道是怎么来的啊。还有一些潮语，这个很容易了，很牛，很牛，这个其实可以猜到是什么意思。很牛的意思呢是很强，可以是很猛，很勇，也可以是很赞，很赞。这个很牛，比如说举个例子，那个网球运动员李娜呢不是刚刚最近在一个网球比赛当中拿了冠军吗？我们就可以说啊，李娜在那一天的这个决赛当中表现得很牛，表现得很牛，把一号种子压着来打，把一号种子压着来打，就可以说他表现得很牛了，很牛了，是不是很好用呢？其实很牛它的意思也可以跟这个给力的有点相似。
喜欢玩微博的朋友看到这个微博控，微博控应该也知道是什么，因为经常玩微博的朋友呢就可以知道了。比如这个控呢，其实就是失控的意思，就一个人经常上微博啊，就不停的玩微博，就玩微博玩到失控了，就叫微博控。比如谁呢？王菲。王菲就是任何时候都在上微博，大家都说王菲是一个微博控，微博控是不是很有趣呢？好，我们再来看一次，看看今天教大家的潮语，这个带感，带感。嗯，对面那个走来的哇女士非常的带感，就是很有感觉啊，就也可以是很激动的意思，很给力，接近的意思。吐槽，吐槽，最近工作非常的不如意，他的把工作上的不如意呢到处吐槽，吐槽，到处发牢骚。轰趴，轰趴，这个假期，这个周末呢有几天的假期，你们是不是好朋友当中有人举行轰趴呢？就是有没有人举行 home party 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不肥，我只是很 strong， 很 strong。 内地的用法，很牛，很牛。哇，李娜在那一场决赛的表现实在是很牛，很牛，把一号种子压着来打，很牛，就是很棒，很赞的意思。微博控，很多人都是微博控。其实呢，只要大家经常上微博的话呢，就可以知道这些用语啊，因为这用这些潮语呢，在微博上面我们经常都会看到的。那多上微博当然也有它好处了，知道内地流行什么。下个星期见。向你诚意推荐 iRead。iRead 是什么来？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公共出版服务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网民等等，将他们的书籍、刊物和 blog 等等发成电子书，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这个就是 iRead。